应该就是得找那个，这里找那个是残啊。骸，别找其他的，就找残骸就好了。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骨头在哪个房间啊？楼下楼下不呀？知道。这样子会比较找得快一点。我找一下啊，我靠，他这个还拿太指南针。快了！我这个指南针是改强化版的指南针，改有了人拿皮照肤相的。机了吗？我我没有拿了，我拿。拿了。那我拿指南针了。他好像要把书拿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一大堆东西。因为他的书好像是那个。就是他指啥，咱就给他拿到门口先。你先进，你有东西，你先进，芒果，进，芒果。先得给他拿到门口啊。嗯，你先进。看指哪儿呢，我拿哪儿。我说我怎么整，看他拿那么我多这个是东改西？进版的，我靠，你我等等我呀！我的天，我还搁这看视频呢，我就搁这儿，没就事，搁门口，我先搁在门口，身然后后你保再护去扫你。别的。哎，芒果呢？我去扫，我去扫，哎，我扫了一个，都谁拿指南针了？我拿，照相机有人拿了吗？有，我拿照相机了，我拿照相机了。那我去扫，我去扫，先扫1楼，他是跟挨我个扫。哎，我这有一个，等会儿我找到了。等会儿我找，橱柜里还是不去这是？玩意这儿，有一张画，我这是拿。锤子还是壁画啊？等会儿看壁看我画看应看。该是壁画。啊，对，壁画，不是打锤，锤是砸墙的嘛？我先拿着。我靠，楼上有东西呀、不是，啊！哎，手在这，手在这，在哪儿？找着了是吧？搁哪儿找呢？到手了，啊！哎，这哎，个这东书西也要怎么拿。自己动呢？这都。找着手了，OK，先都搁哦，门我口，看先都搁到了，门口。有点，先搁门口，放这。这好像是那个小孩的。哎，我这还有一个。哦，然后这本书找到书了。哦，对，就是那个书拿走。书都拿去，咱放哪？还有什么东西？放门口，放门先口。放门口。还有什么啊，东西？是好。不是还有东西？对，楼上，剩下堆在楼上。书在哪呀？我们是不是得要一起啊？这是个我以为小你们孩在的我旁书，边，我一点都不怕。还是个小就秘密然的后，书对，还放有门口还有，吧。再去找再去找，肯定还有身体，两个手一个身体。现在听我的，我们现在上楼不？OK 不？楼上有，上楼，楼你们人呢？兄弟们，来，我在这。上楼，上。等我。走，先进这里。看密码，看密码，看密码，给人看密码。对，一个人看，我看一看。记录一下，直播间谁有记录一下密码？哎，我操！Happy，Happy，HAPPY。在我一点都不在 happy，对面这一下。在对面有对面有屋子里有对面我去拿。哎，我操！我靠，吓一跳！我的天啊！啊，这本书拿走了，好，我先送。这有一个能拍的。什么东西？这里指的这里吗？嗯，还有纸这里。哎，指的不是这啊。有可能在，哎，走，有可能在边上这边吧。你看看是不是在这边？他指的有可能在这边，厕所。哎，熊呢？等我看一下。对，哦，厕所。你啊，们对，人又呢？刚跟才离地，我，啊，对，又回到这儿了，跟又回我，到这儿了。又回到这儿了。那不拿管。那我一楼感有个觉大锤，要不我把那锤拿上来砸一下？有大锤，可有以，大可锤，以，那可以，你就拿大锤吧。我先拿大锤去，等我啊。可以。有抡大锤，来，你们进来这里吧，进来这里，我们一起进来这里吧。这个啥？啥东西？有吗？等会啊。我想想，那锤没怎么有，去？这个房间没有东西要拿的，好像是。那走，等老卡厨住子，了。等他。不是拿锤子，等会儿。等他拿锤子嘛，我们砸一下嘛。看那咋整？我去砸他去。哎，拿不出来怎么？拿出来。这里指的就是那个卫生间。
锤子能砸鬼吗？这锤子有卫生间吗？是，就是那个卫生间。是卫生间，但是这个就是这里边拿不到。我再试试啊，我看能不能拿锤给他干开。搞木鬼啊！你以为我没看弹幕是吧？真是咋个嘛嘎的。嗯，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这是锤子呀？是啊，这不锤吗？这不锤子啥？你家锤子是啊？这怎么是个拖把？我操！还怎么卡在外边了？行。我砸一下。我感觉我像是个傻子。走我们三个像傻子，你知道吧？先往前面走，地下室了。这反正楼上人都说完了吗？楼上，哎呦呦呦，等会儿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这边说完了吗？还是那个厕所那个地方，还是厕所那个地方。这还最后一个房间还是？看看。哎，这里有个密码，是这本书吗？某种机制应该放哪个输入该书以激活它？这个又不能拿走。对，上一次就是出现这个问题。还有指的什么道具吗？啊，这里有本书，这里有本书，我看一下。桌子上也有东西，是这本吗？拿走，走吧。不是，但是心跳了已经。什么声音啊？门口。你们的表情最近吗？都不是。啊，这是楼下的那些宝贝，可以掀开，我去看看能不能掀。拿下来，门口呢 ？OK。可以掀开，动不了，这个东西就是动不了。不知道为啥。然后呢？啊，我们先出去，老婆下来，快！老婆可能要没了，你老婆。我不能，我来了。没了，换一个。你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我这，但是我没有心跳啊！你们怎么听见自己心跳的？啊，我们理智值可能没了吧？我想啊。然后他们找完这些东西，主要是他们找到了身体，咱们没有找到身体。没事，慢慢来，我们先放一个。我再去那啥，放什么？我走了。一起去，我们一起找。走。等会儿啊，我上。这有一本跟刚才那本书一样的书，我操。是，没事，先放着。我想拿上去看一眼。走，继续看。哎，谁拿着这个任务品在乱动？我就看一眼，这是不是放在书架？你别影响我的指针，我指针现在乱指了，现在。哦，那我走。不是，我们下地下室，现在下地下室开门。走，跟。确定。对，下。先下，然后给人拿这个骨头，拿骨头，先拜一个。先弄一个，做一个，好吧。走吧。好。走，下楼。哎呦，搞什么？哎，发生什么？多少 ？H A P P Y。H happy 是吧？嗯。这里有锤子啊，也拿不了。哎，有螺丝刀哎，螺丝刀能拿哎，能。能把螺丝刀上去撬吗？啊，我的天！啊，好，我开门，多少 ？H A P P Y。H A P P Y。嗯。哎，这指针怎么又在乱啊？熟的。走。卡着了。把手放。这边，鸡爪这边。我走，让他亮一个灯。哦，我的手臂呢？手没了。这腰椎。在这底下。哦，底下那我要把手拿到那个桌子上去。哎，对，拿那个桌，那个桌，这个桌也是手，两个手不一样大呀，这个就是大人的手，这个是小孩的手。不是，这个已经祭拜过的拿回家。然后把这个祭拜过的放到红桌上。不是，有鬼！
来了是吧？啊！你怎么拿了把刀啊？啊！我待会儿想揍他，揍他！我手上拿东西，我手上也拿着东西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等会儿。哎，你拿的是那玩意吗？你是不是拿错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把刀拿出来防个身而已。防个身儿？哈哈，这不防不了一点而已。哎，我刀呢？我刀怎么没了？刀卡门上了，你刀啊？OK，OK， 现在是不是丢了？那找到了，看到没？这里多了一个，看到没？多了一个照片。啊，然后还差两个，还有两个，看到没？那个大的那个手，对对，大的那一个手，一个小孩的尸体走。走。他每一把的东西都固定吗？还固定位置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位置肯定是不固定的，我觉得。这些破玩意是干啥的？是那指南针指哪儿呢？往地下，往地下室，地下室还有房间没找呢，那边没找呢。走走走走，对对对，走是地下室，走，我去了。有斧头，拿不了这个。哎哎哎，他放门口，他全指门口了，东西。我回到这个祭坛室了。有货吧？哎，我操！哎哎哎！什么声啊？他就吓唬我们那个鬼。把这个拿开。调皮的。我真讨厌呐，这个鬼。给扔冰川了，我砍死他！吓他两命。扔个狗文，把他头给打掉。这两个箱子里装哪东西啊？好像还是在楼室，指的是楼上那些东西。我说楼上是门口的，这上面是门口的。啊，对，就门口的那些。他们，我记得他们在哪里找到一个尸体，一个尸体坐在那里。咱们这个房子楼上有东西，等我看一下，这楼上是哪？哎，卡住我了。楼上是门口，楼上是门口。是门口吗？啊、哦。操！我们能不能拿这些物品去把那个墙壁给撬开？拿什么撬？你拿什么撬？你那是、哦这个、那是浇花用的。你敲什么？这个我拿了。走，我拿个桶。你要敲什么？走。俩人的指针都指着这个任务物品。哎，我拿了，拿。哎，上楼。你是不是要拿这个东西给它砸开，砸一下试试，砸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砸砸砸砸。没跟我，我没有灯的，我没有灯的。我靠，来了！鬼有鬼有鬼，来了！咦，我这你走啊，这谁卡这呀？你走！哎呀，他来了！我血丝了！快出来！哎，在你身后，小凯，在你身后。啊，小凯怎么没了？好强 啊修可爱卡着我根本就走不了了，我的天，我根本、对呀、啊、他刚才在你身后啊，刚才你被附身了。走。哎，我的那个钳子呢？这都没东西是吗？我的钳子呢？没有。哎，我的钳子。你钳子都扔门口了，你。没看到啊，我钳子呢？啊，在这呢。浴室在哪里、啊？哎，这里有一个，等会儿找一下，我看看是不是这儿。应该是那边屋。哪呢？还是刚才那地方，老公。还是指这个地方，你怎么打？来了，鬼来了！我操！在哪？来！没了。OK。确定是这个东西。
谁一直在喘气啊？真的跟你们说，不是这个东西，那个指针指的就是这种物品而已，我们重量的还是不是不是，他就指着这个位置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照他照他，来来来。哇，差一点我死了，我去！等会儿是不是我看一眼你抬头，你抬头？啊啊！你干啥？啊，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不，你在那笑什么？就是，你笑什么？老厨都被附身了！不是，啊，你中邪了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老厨被附身了，怪不得老厨老先死。老厨那个表情，你自己看看你啥表情？你你看看你啥表情？你好好看看你自己，你看看你自己啥表情现在？你自己看，你看，你咧个大嘴，大嘴花花的。你俩半斤半两，我真服了。你看老叔那个表情，你看。来来，你自己看小可爱，你看小可爱啥样？你看小可爱，你看，你看小可爱，小可爱你笑什么？我红了，你俩笑我红了，我要出去吃药了。不是那个，那个是老厨子，我是男的，这个是老厨子。哦，那个是老厨子，老厨子笑的好明显。老厨子，你看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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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也不正常，你看他正常吗？哇塞，等一下，你跟他笑什么？你跟他笑什么？你俩在跟他笑什么？不是，那这个游戏怎么办呢？剩下还有两个物品怎么找呢？只有芒狗一个人。哎，不对，我怎么觉得是修可爱被附身了呀？修可爱眼底都是红的。刚才鬼就在他身后，刚才。哎，真的，他眼底是红的。刚才鬼就在他身后。你眼睛不是红的，你眼睛也是红的。哎，咱这么的，兄弟们，哎，他表情谁把油罐放这，我真受不了了。他表情也很正常。你说啥？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些书一个个书拿上，然后呢，找对应的位置把它放了，怎么样？我去找，我去找书架去了，我走了。谁没吃药啊？心跳这么大。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谁呀？来了，来了。到哪儿了？哎呀！我靠！来了，转圈没了。管用啊！要不把撞墙手砍下来，看放在那上什么行，有没有刀？他把那门口拿了把刀嘛，看能不能给他手砍下来放在祭坛上。那我们把书，把书一个一个对，一个对，拿书，拿书，拿书。对哪呀？问题是？对呀、啊，你看一下哪里有空格可以对的。我找一下啊。老公，我怎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？我看他们都是背书的。就是找那个祭坛的东西啦，我知道，但是找祭坛的东西，你得找这个书，它不是要开吗？才能找这个密室啊。嗯。啊，我自闭又烧了，哎，现在胆子还小，受到了惊吓。我也受到了惊吓。这里怎么有个门呢？还是他现在就指楼上那个地方，他楼上那个地方，懂了什么意思？东西，看一下原来那个视频墙，你看一下他们怎么找那个。啊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都找不下去了。我操！我拿着书还能穿墙。曲二楼那个曲二楼那个书架嘛，我看一下。二楼书架是吗？对，把所有的书，哎，你们一人拿书上二楼的书架看一下。走。好，我去看一下。你走开，我看。走。一人拿一本，一人拿一本，走走走走走走。二楼哪有书架？我们拿那本书那个书架去，走走走走，来来来来来来。走。哪儿啊？我看漂亮！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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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刚坐着。我靠！他坐在书架上，我吓死了！我靠！干嘛？不是这个书架，不是这个书架！哎！我操！哎！我操！不是这个书架！哎呦！走！我书呢？书在地下。我拿着，我拿着，我拿着，对对对对。马狗呢？马狗。对，我在里面，我在这里面，我在这里面。哪里面啊？我在里面，楼梯的里面。楼梯里？你怎么能在楼梯里啊？
楼梯外面，你看到我了吗？嗯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快过来！哎呦！哎呦我操！我感觉应该是快到了，脖子上。了咱们可能找到线索了。放那里。嗯。书都吓掉了。啊，这个标志的吗？啊，就是这个太阳神标志的这个。哎。哇塞！喂，干嘛？还有一边，这还有一边，还有。不是，这个椅子怎么动起来了？你就放那里面，放那里面。好，我放，等会儿。要继续把底下的书再拿上来。好。拿下来。好。哎呦，妈妈呀，吓得我够呛。走。走。走。啊！哎，我的书呢？我放过来了。啊，在这儿，这儿知道了，这儿。在哪儿？看到没？你在哪儿呀？那书架旁边，把书拿回去，它会自动对。啊啊！还有一本，啊、还有一本，还有一本，还有一本，还有一本。还有一本在，还有一本在那个。就那个画画的那小孩子的那个房间该掉了，掉到二楼的房间里面了。画画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等我，我去看一下。掉二楼房间了，完我掉二楼房间了。没有啊，我啥意思啊？是把书搁在书架上就好了。对。那跟刚才我说的有什么区别呀？没有啊，哪有啊？那另一个房间，找另一个房间，房子掉房间去了。楼上，这老朱在。我看到了，啊、看到了，这。来了！来跟我，来跟我。在这。我操！哎呀！走开！让外边看。哇呀，这也重了，太重了！啊，开了，密室开了！哎呦我操，密室有啥？开了！哦，在这，手拿到了！啊，原来如此。然后还要再找一个密室。手在下面，我拿手，我拿手，你们找。你们不是他又来了？叫啊！和球的一部分。和球的一部分，妈妈的手臂和还有球的一部分。走啊，下去，走啊，去里下，先把这个给击败了先。好，走。妈妈的左臂，爸爸的和球。哎，尤其是小孩子。哎，我为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先出来。哎！没事，着凉了，走，快走。什么声音？刚才。进去吧，走。但是你们理智值还有吗？我的天！我来，跟我，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不要找我，不要找我，找我老婆，找老厨子，他又多好吃，别找我，别找我，他四十岁了，我才二十岁，找他，。现在还差一个，就是那个小孩的尸体。小孩的尸体，手拿出去啊！走。手，哎，等他要一个球，他要一个球，快来了，手拿没？手拿着刚才那个手，手呢？你刚才击败的那个手呢？来，我进来，要来了，地下。你刚才上哪里去了？哦，在这，走。老大的心跳啊！快走！来了，照！死了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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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渴了，快快快！拿着手，拿着手，快去，快拿着手，拿着手走。没办法，是游戏的问题，游戏的问题。修哥，你再往里面走，你再往里面躲，你待会儿你就要见鬼了。十啊，这就十，我受不了了。还少一个，手呢？手去哪儿了？手我交了，我交了。哎呦，我操！我操！还有个球，球。哎呦呦！你走，你走，我灵魂状态看着呢，灵魂状态看着你呢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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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个球，球在哪里？我发现走对了吗？我手机没电。走对了，走对了。小孩的球，小孩的球。什么小孩的球？那不是明明找的是小孩的尸体吗？找的是小孩的尸体。不是，让你显示球，圆圆的球。啊？是圆圆的球，他说过一个球。是什么球？我找一找啊。有没有指南针？你们去哪个指南针才有用啊？我在用指南针。我没有理智。来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地球仪啊？这有个球啊，是不是大概知道怎么玩了？球球对，我死吧。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为什么要死？我死吧。你不要死。你可以去哪儿去？你去后边的那个车，你去后边那个车，直接取消，直接回家。啊、他们说球在密室里，他们。球在密室。对啊，你直接去那个球，直接在那个密室里。就是我们还要找到第三个密室，怎么打开那个第三个密室，你知道吧？对，第三个密室应该是拿镜子来打开，兄弟们。他说三个密室，三样物品。有可能关上个墙，挂成了那个画。对。哎呦我操！我现在全身起鸡皮疙瘩。哎呦我操！喂。哎，我挣钱了。快买东西，心有余悸，害怕，我的天，太害怕，等会儿我去买点手电升级。这个升级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，太恐怖了。他追我并不可怕，可怕是他突然间出现坐在那里，哎，跟他妈鬼一样，哎呦我操。哎，他这个没有翻引，不知道具体加哪个属性。对，那机翻太差了。是，打出头手电筒。反正他现在就是开几个机关的门都是那么，就是都拿物品开，你就对呗。大房间跟厕所之间那个柜子看看行不行 ？OK OK OK。调小 OK， 为啥调？走。那个画是挂卫生间的吗？试一下，有镜子有画，然后呢，咱们这样子，最高2.5。先进去，我知道怎么玩，我能够，我们迅速好吧，迅速一点。两个人拿电筒。先开底下的门，然后再开楼上那个书架，是吧？对。走 ，Go， 抢。等会我升级一下武器。金毛。金毛，走，金毛。努力一下，争取这一遍就过，好吧？这真的不能再下一遍， okay. 下一遍我都受不了了。哎，等一下说，四个主机区的主播连个恐怖解谜的都过不了。哎，怎么说话的？这他妈过不了怎么办啊？怎么说话？谁呀？他们这弹幕一天五，一天五根图腾起不了了，别听他们的。哎，怎么没事？没买，出来，没买，来这里跟我来，这里出来，来这里退出。这里退出。你选。来，这里退出，来这里退出，重新买，重新去买。哪里去呀？那你看到没？这就是撤退。OK， 我去买。我也买的，我看看我有多少钱。买了吗？他们怎么这个不让买东，不让买那啥兑换？ OK， 可以了，走。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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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游戏开启。没不了了，走。OK， 我拿电筒，然后拿那个指南针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然后你们该拿的拿 ，OK， go， 走了，我先走。我拿一个指南针嗯，好，你们跟着我，这时候不要跟我。阿弥陀佛，来来，跟我，先祈祷一下。咱们是不是能分头行动啊？啊！现在是把书本，现在是把要拿的东西拿到门口先啊。OK， 书本，第一个书本。哎，我去拿，我找一找。我跟着你，你看拿什么？鬼使啊！这个。啊，两人一队，来，那跟我一下，谁跟我？这是谁？我找到一个。啊，你在哪？来，跟我。哦，找到了一只手，你拿我来拿。哦，那你拿，我走了。那边好像还有一个，我找找。哎，这个在哪？那其他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？哎，镜子啥的。误导你的东西呗，你再找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。我跟着你。不是吗？这里面。还有哪里？这里有一幅画嘛，这个圆的。这个。嗯，这块再找找。你看密码。我靠！我感觉他给我吓懵逼。这啥呀？这他妈英文我不认识了呀！你看一下数那个密码。S 什么什么 MP SIU 吗？这凭啥英文也有连笔啊？上面，楼上。不是，你是老师啊？你谁是老师啊？你做教材的，你这做的是东帝汶教材还是柬埔寨教材？我就做教材，我又不管校队。哎，芒果呢？我在二楼。这儿有吗？你二楼哪个房间啊？这是不是有货？在最里面的房间。这个游戏你在里边玩这不卡，就是直播卡。我这也是丢针。SLUMP。你怎么又上厕所了？里面。是啊，我在找他有没有厕所旁边藏点什么小玩意儿，掏点值钱货回去。要我直接把书架给书给拿书架上去？可以啊。对，直接把书拿书架。你拿也可以。我还得拿，这费事。这遇到鬼了！哎呀，我操你个！你走！哎呀，快！啊！哎，那个凳子怎么瞬移？怎么说？他这个书去哪里啊？不是烟灰掉肚脐眼上了，来这局再解不开，我受不了了。再解不开，最后一把再解不开，我就歇会儿去了。我也受不了了。我也受不了。来吧，拿那个纸来。干嘛？他加油啊！他回来了。哎，有个球。哎。啊，他说的球是不是这个球？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拿指南针找别的道具，还差书什么的，快快快快快！
哎，开门了吗？开门了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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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去找，再去找，再去找。那个是他，还差几本书，还差几本书。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几本，你快点，快找，快找就行了。先走，走，走，一起下去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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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楼，下楼，先下楼。OK。密码是多少呢？先开，给人先开。不知道啊，我没看。行。SLUPN。SLUPN 有大哥说了 SLUPN 啊，怎么打不开啊？我来、这我找了一本，找了一本，我就画。我来我就画。哎呀 USLUMP OK， 出了 OK， 走走走走，开门就好了，走。我去上二楼，我把那个书给放了，等会儿。这边是不是还有任务品的呀？我记得。这还有一本。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了。这个吗？哦，我手这么大个儿。怎么又开始心跳了？还差一本书，还差一本书。你刚吃的药，你怎么又心跳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刚吃的药啊？大强是不是鬼呀、啊？哎呀！哎呀我操！你嘴这嘴张小点，你嘴张大了，肺活量你那啥，你这药用的快。我出门了。我明天犯不着了。还差一本书是吗？啊，应该是吧，是可能是吧。差一本。哎，在楼上，在楼上吗？别到时候又指那个浴室去了。嗯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来了！我看我的啦，我的啦！我靠！在你们附近，不在我这儿，在你们附近。没有、啊、这下面书找了、啊、这下面书找了，在这儿、啊、开门找到了吗？找到了门，你看能不能开。找到了吗？我在门口先待会儿。在哪呢吓了我。哎呦啊，我先下楼了。怎么开这个门？啊，你跑什么？你别走，随便操作。快走啊在哪儿啊？在哪呢？去下来啊。门在哪？你书呢？开门了吗？我书不放进去了，我看看开没开。我靠，没开呀、啊！放进去怎么开呀、啊？你书放哪了？放在书柜里了，四本全放了。我看一下在哪呢？这边啊。就在那个书柜里啊。我看在那书柜里吧。你这。门开了吗？差一本，把那锁拿下来吧。差一本呢？不差，哪差了？我操，还真差一本。等会儿我找找。你，我再找找。我操，真差一本。楼上先找找吧，你把这锁拿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画拿到楼上的那个卫生间去挂着，有可能。哎！来！我某两两哈，某西，流泪啊在！哎呦我操！你干什么？谁死了？不是，妈给我死了，可怎么办？我靠！妈的，他死了也不知道把指南针扔下来。我靠，这怎么办？我找着，只能靠老叔子一个人了，宝贝。你谁心跳这么快啊？可能是老叔子吧。我心跳跳的好快、啊。是我，是我才来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看啊，
找一找。哦，最后一本书在书架那里，书架掉下来了，在书架那里掉下来了。啊，是吗？那我去，我去。哎呦我操！吃了，这能不能把芒果的尸体给他弄走啊？这吓人啊！吃的贼饱，你给这嘎了，吓死我了，在那边。在我靠，在那边。不是心跳怎么这么快啊？哇！哪里啊？你哎看一下哎，等会儿，我找找。怎么骗人啊？我找找。不是这玩意儿。哦，这是哪儿的？不对，拿不出来，不是这儿，这是那个密室里的东西，密室里的胳膊，不在这儿，不在这儿，我再去找找，不对，不在这儿，我看地下室有没有，我上地下室找找，等会儿。这里面的书找了吗？找了没有？找了没有，刚才找了挺快，怎么这玩意儿找不到？找一下书架。谁在笑谁？是人谁？是人笑还是什么在笑？谁？谁在？谁？谁？秀凯，你找没找书啊？书啊！哎，我操啊！老厨子没死吧？老厨子没有，没有，我来吸引，我来看，对呀，他是我去他房里了，老厨子，在哪呀？没事，他消失了，赶紧拿指南针出来找。没有，我找人。你看这里有很多书架，你看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？还是没有，我找了这附近有一本，但是我拿上去了，再没找到过。它有些地方有两本的，上次我跟修改都有两本。什么？我再找找。地下修改。指南针没动过，指南针。哦，好像指的是地下是吧？是地下呀。是地下吗？啊。地下，我在地下。来这里看一下，来这里看一下，修改。他看不见你了。门口楼梯口右，门口楼梯口右手边。来了。哎呀，我操，我没了。我没吃零食了。哎，那说明。你吃啊。哎，那说明我们四个人不能分开，要一起找。不能分开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吃啊，分开。要不然现在咱们就到这儿吧，你觉得呢？是不是？这我行，我觉得挺好。行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这样挺好的，徐凯。明天再玩怎么样？明天我俩去明达，我俩昆明了，管他俩死活就行。什么意思啊？芒果，你要不那攻略做了，这东西在哪？我们下次一次过好了。等我们回来的时候，然后你们两个带我们两个飞，好吧？嗯，可以。好的。哎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这事可以，是吧？那我们是去开船，是打那个什么 U up 的什么呢？你要玩什么呀，秀儿 ？Only。玩。那我退了哦。哎，你们玩什么呀？你赵强，你今天要不要早下？对，今天得早下。你几点下呀？那就12点下呗，还有个小时，我们四个玩 Only Up 呗。那也行。Only Up 说是那个八个人都能玩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四个人嘛，就四个人玩不？行，走吧。我靠，这个地方说不来，我退了。这个游戏，别一键退出啊！有钱啊！真是那啥，啊！我退了，这样子我就退了，受不了。不吓人。你不吓人，你把走最后。你不吓人，那么大声。没有，刚我弟玩他，刚才。不吓人，他都不知道往前走的，说。